冲冲冲冲！小奥特曼终于开始上小学了，一大早大家就来到学校门口排队报名。小奥特曼们先要通过一个考试才能上学。他们的校长是奥特之王，他非常的严厉。雷欧是体育老师，赛文是历史老师，格丽乔是音乐老师，卡米拉不知道是教什么的。大家可以猜猜看，小戴拿第一个来报名。接下来格丽乔要跟他合唱一首歌，一起扣三朵鲜花为小戴拿加油吧。把咖啡冲冲冲冲冲冲冲，把福利冲冲冲冲冲冲冲，把废话不多说，把福利来一波，把废话不多说，把才艺上一波，把废话有点多，有点多，有点多。小戴拿成功通过了考试，成为了一名光之小学的学生。接下来轮到小迪家考试，他也要和格丽乔合拍。来咖啡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！把才艺你冲不冲？